大中午就找我又咋的了？哎，没事儿，不能又查吧？嗯，我又失恋了。兄弟，你别对他执迷不悟了啊！我对你有那些细致弥补，眼里偶尔会莫名的狂怒。服务员，哎，你好，我兄弟失恋了，能不能换手机？啊，真不好意思，换手机。哎，坚强点，别哭了，一会儿带你爸我去啊。好，哭。我不要哭！哎呦我的妈！服务员，我不告诉你换手了吗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坚强点啊，好点呗。好，我没事儿。我喝咖啡，一切总是有我的需要。老爷们有点老爷们样，你还爱不爱他呀？我不爱他了。那你就当没他这个人。控制一下自己吧。我还是好爱他，我不想跟他分手啊。那你就找他去呗。哎，不是兄弟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宝贝，你来了。你还好意思说？怎么了？你就知道玩游戏，也不回我消息，让我在外面傻等着。外边冷吗？你说呢？哎呦我的妈！服务员，我女朋友已经够冷了，换手机了，行吗？你还在玩游戏？你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今天元旦呢？除了元旦呢？今天也不是你生日啊。行了你，你居然把咱俩在一起三周年纪念日都给忘了。我这么年底工作忙了。你这忘记的理由倒是理所当然。不是，这你得听我说，这。服务员，抓紧换手机，我女朋友都生气了。宝贝，你别生气了，晚上我请你吃大餐，行吗？你不知道我正在减肥吗？你真的不在乎？不是，我怎么能不在乎你呢？我，服务员换歌。对，宝贝，你别生气了，来，我给你介绍评论区顶部链接这一款国内最近超火的游戏，上线啊就能领168，等级越高红包越大，挂机升级啊还能领2000。难怪我感觉你。越来越少了，反正都不爱我了。我这不是挣钱赢你吗？怎么可能不爱你？两个人在一起，我都需要给对方一些自由的空间。哎呦我的妈！行了，你玩吧，我走了。你现在都不挽留我了吗？啊？再见。别呀、啊！哎，别呀、啊！